同志们，现在开会。何远华集团称这次交易为“百岁爷”，这应该是一桩重大的、致富案件。我们的同学一旦发出消息，我们应该在第一时间内抓捕何远华。 不像这个圈子人，兄弟可是拿命去拼的。边境缉毒的卧底工作非常危险，我们这有耗子。我想，我准备好了。没有人能够躲得过我的眼睛。一网打尽，绳之以法。耗子都得死。啊， 音乐别停啊！出发。